我忘了一个东西。这是利息。你是？支票什么意思啊？即使投资谈成了，进款也需要一段时间。百博的情况我也了解，去珠海的周转费用是个问题。我不能要。那就当我借你的，回款了你再给我。我不是你男朋友了吗？那有一个办法。我分你股份吧。高山享有林卧的爱情独占权、约会优先权、终身伴侣权，这就是你出的合同，利润很高的。这算哪门子利润？别闹了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到你了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？哎，咱们。说认真的，你们家有没有印泥啊？不然怎么盖章？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！好了，我得把这个好好收好，免得你以后赖账。高山，这都是什么？我忘了一个东西。这是利息。你是？哎呦，林沃很主动嘛。这一大早你们也太刺激了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高先生呢？我提醒你，这里可是我家哦。娜娜有话要跟你们说。没事，娜娜，加油。其实郑婉莹找到了我，说希望鼎和介入大龙的收购案，跟摩天一起进行。为什么？可能是因为最近摩天的动荡让他们有些不安吧。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或许可以帮你在鼎和站稳脚跟。确实，按你以前的风格早就当场拿下了。这次是娜娜先告诉我的，她说了她不能再一次对不起她的朋友，她又知道郑婉莹会。我还在这儿呢。其实我吴东娜也没想到，有一天我居然会犹豫要不要吃送到嘴边的蛋糕。不过这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再次欺骗我的朋友了。确实，娜娜呢，能这次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改变，我也很感动。闭嘴啦！其实你可以不用为我担心，罗总怪不到我头上的。毕竟天大地大，甲方爸爸最大。公事私事我还是分得清的，我自己都接单了，那不让你去的道理？那既然你们俩都不介意的话，那我可就上报了。兜了一圈居然又凑到了一起，我有预感
珠海之行一定会特别的热闹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没有啊，一会儿准备干嘛？我得回公司一趟，做最后的准备。